家 no more background music， 现在来跟你们聊天讲话了啊。现在呢就准备要去上班，我就要擦一下防晒，然后画一下眉毛这样子。好，那刚刚早上的时候就推那个滚轮去滚一下，因为昨天就跟朋友去滑雪，然后今天就有一点酸痛，要滚一下这样。今天的班呢是4个小时的班，那在这边4个小时的班啊，你可以叫它做 Princess Shift， 就是公主班，因为就4个小时嘛，轻轻松松的去了单位啊，你就是不用做太多事情，就在那边就是维持你的漂亮度就好了，所以你可以说 Princess Shift。因为今天是额外 pick up 的啊，不是我的 regular 平常的班，我就是 pick up 一些小时啊，赚一些 extra money 这样，然后所以是1点到5点，下午5点这样，对的。那行，你们现在看到就是太阳很大有没有？但是外面超级冷，就这2个礼拜啊，我温度都是下探到那种负，就是零下10几20度的摄氏 Celsius。那华氏的话呢，就是个位数。然后上礼拜吧，有到零下，就是华氏零下哦，所以就是摄氏更冷这样子。Yep， 好，我现在擦了防晒啦。对，虽然冬天，但是还是要擦防晒哦，各位。那就顺便来跟你们聊一下最近医院的状况好了。台湾我看新闻好像有就是 outbreaks， 有本土社区感染。那目前医院里面的 cases， 有 COVID 病人在 ICU 的，那也有 COVID 病人是在一般就是 COVID 病房。医院发出来的报告是说，在 ICU 就是重症病人都是没有打疫苗的，然后在一般病房的呢都是有打疫苗的，然后有一些是根本没有症状，但是他要来开刀，那开刀前3天就是要去做 COVID test， 所以他去做 COVID test 的时候才发现说啊，他原来是 COVID positive， 就是他根本没有症状，然后他也不知道他有，那是因为要开刀，而不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这样。那目前呢，医院就是有讲说他的那个病毒都是 Omicron 的，他就是高传染力，但是他的症状呢是没有像前面2个的病毒这么的会让你这么的严重。那不过还是大家就是口罩戴好戴满，然后多洗手。然后我一些同事啊，他们也有得，那我看他们呢是没有什么症状，顶多就是发烧咳嗽，然后就在家待个好像14天，然后就回来上班了。那他们得到的来源呢都是从他们譬如说老公啊或者小孩，因为他们小孩还是要去上课嘛，那就从同学那边得到，然后就带回家，然后就传染给全家这样。对，那我自己个人啊，目前因为医院一直以来都有给我们就是员工去做免费的测试，所以我自己就是从圣诞节前开始，我就1个礼拜去做一次 test。对，然后目前全部都是 negative， 希望呢可以撑过就是这整个风波这样子。好，那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边啦，对亚洲人来讲，对我而言戴口罩不是一件难事啊，拜托，以前在医院的时候口罩都戴到跟什么一样，然后就算是出去逛街，然后平常出去在街上也都是戴口罩，然后搭飞机什么我也是都戴口罩，就是在 COVID 之前 easy piece of cake for me wearing a mask， 所以我觉得超级轻松，没有什么困难度。那我有些同事就是觉得那个口罩真的很阿展，然后那个棉絮都会让他想咳嗽啊，不然就是鼻子很痒，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呼吸很闷啊，
但我觉得像外科医生啊，还是麻醉科医师，他们都 N95 戴整天呢，那他们也蛮厉害的。好，那我现在就赶快来画眉毛，阳光超大的，很刺哎，我前几靠近一点画。昨天去跟朋友滑雪，那我那个朋友呢，他其实是 travel nurse。对，那讲到 travel nurse 呢，医院现在呢，整个就是 understaff， 而且是超级霹雳无敌的 understaff， 所以他们就 hire 很多 travel nurse。那各位学弟妹们们，如果你们有想要考 RN 的话，那你要看一下你的州护理局，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州因为医院都不没有员工，所以他们开放就是对 international nurses 开放的条件有越来越宽松，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州护理局看他的那个资格。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出来的，譬如说你自己找代办，或是中介，国外的中介，或者是台湾的中介，那或者是你自己去联系医院，然后办那个工作签的，那都先找好资料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医院呢也是非常的 understaff， 所以我们就 hire 医院就雇用了很多的 travel nurse。那 travel nurse 呢，你们应该有看到他们的薪水都是爆多的，而且他们是周薪计算。那医院呢，他们雇用了 travel nurse， 你知道他们一个礼拜付那个 travel nurse 多少钱吗？$5,000，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各位，我一个月加起来都没有5000那么多，没有他，我一个月赚的都没有他们一个礼拜赚的多，很夸张哎。但是，你们想成为 travel nurse 呢，也是要有一点条件啦。所以我之前有大概跟你们聊一下，所以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上次跟你们聊的 travel nurse 的东西的影片连结在资讯栏。那 anyways， 我昨天就跟他去滑雪，然后他就说他来 Vermont 之前，他有一个就是 wish list， 那其中一个 wish list 呢，就是在东岸滑雪，那他就昨天就达成了，这样子就觉得很可爱。而且他之前就是因为 travel nurse 这个工作，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不是说国家，就是不同的 states， 就是州。他有去过 Alaska， 然后有去芝加哥，然后他下一个 assignment 要去华盛顿 DC， 然后我就觉得超酷的，或许哪一天我也来做个 travel nurse 好了。然后就很医院的话就是 understaff， 原本有3间餐厅，那因为员工都不够，所以他2间餐厅就是都就是关咯，就是 temporary closed until further notice， 就是一直到更进一步的公告，所以只剩1间餐厅有开。然后原本有1间类似那种 cafeteria kiosk， 它也关门了，因为就是员工不够。我就觉得哇，好可怕哦！而且现在到处都在就是真人，那我就觉得我又不懂哦，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在想什么？现在到处都在缺人，就不怕你去做？你就是去应征几乎都会上，那我就觉得为什么那些有一些人还是没有工作，我就很不喜欢那种人，就是很懒惰的人。那我现在呢先去换上 scrubs， 待会在医院的时候呢就跟你们再聊多聊一点咯。刚刚有聊到因为今天是 princess shift， 只有四个小时嘛，然后这四个小时呢是我自己额外 pick up 的，所以薪资的话呢就是 double pay， 因为就等于是 overtime。 那再来呢，其实有时候这种额外的 pick up shift 有可能是会被取消的，也就是台湾说的就是放人。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算是 expensive staff， 就是我们是很贵的，所以如果说真的单位不忙的话，charge nurse 是有可能打电话
就是给我或者是给那些 pick up 的人跟他说，哦，你可能就是这个 shift 不用来，或者是说，因为我曾经就有遇到是，我是 pick up 早上十点到下午好像两点还是三点的，那因为他一天是真的不忙，所以他们大概九点的时候吧，那 charge nurse 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就是这个时段你不用来，但是我们可能会需要你大概在晚上六点的时候，然后看我可不可以去这样。那我那一天刚好就没事，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六点之后再去，就是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情况。那所以挑这些 princess shift 有一个技巧，当然啦，因为我们单位 PACU 是真的很弹性，就是其实这个 princess shift 是我自己选的时段，它呢通常会有一个就是 available shift， 从可能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半，就是十二个小时或十个小时的班，但是我 pick up 的话呢，我们可以挑说，哦，我只能上可能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我三点以后我有事，我就没办法上班了嘛，我就不能待到晚上十点半。那其实我们的 nurse manager 呢都会 approved， 他们真的很弹性哎，所以这四个小时的班是我自己挑的时段。那为什么我要挑一点到五点的班呢？那第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被取消，因为 PACU 比较忙的时段就是中午的时候，然后再来呢是大概下午四五点五六点那个时候，因为第一个中午的时候呢，我们要需要有人员去接吃饭，所以通常啊，去你上十点的班或十点半的班，或是十一点、十二点，反正就是从十点到一点这个时段，他们都会需要人家，就是越多 staff 越好，因为大家轮流吃饭就，很快就会接完吃饭，每个人都吃得到饭这样，所以那个时段是不会被取消的。那下午四五点或五六点那个时候，因为最后一台刀都赶着要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单位就会很忙，因为他们需要多余的人去接病人。待会再跟你们分享我今天这个 princess 都在干嘛咯。Hi guys， 我现在刚下班。那今天呢？等我先把这个 mask 拿掉。那这个呢，就是另外一款的 N95。然后我之前，因为我们医院都会做 fit test， 然后那种我们比较常见就是传统那种圆形的那种 N95， 还有台湾的那种鸭嘴的那种 N95。我都failed the test，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是穿戴那一种的，然后我就要用另外一种机器的，他们叫做 prepper， 我放照片在这里。对，那后来他们引进了这个新款的 N95 是 3M 的，
那我的那个 test 就有通过。那他们怎么做 test 呢？就是他会叫你戴上去之后，然后再戴一个面罩进去，然后喷一个有味道的spray， 然后叫你用嘴巴去尝看看能不能尝得到那个味道。通常就是苦味，然后他就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吃到苦苦的味道这样。然后如果有的话就表示 failed， 就是你不能就是戴那一款。然后他有很多 size 嘛。那这一款呢，我之前去做 fit test 的时候就有通过测试，所以我可以戴这个，就不用戴到 prepper。 那我为什么会换成这个呢？是因为就是我病人之前呢是有得过 COVID， 就是两个礼拜前他是 COVID positive。 那因为现在已经超过两个礼拜了，所以他就来做开刀。但是我个人呢，因为就想说因为我们有这个 mask， 然后就是更谨慎一点啊，所以我就换这个 3M 的 N95。 这一款比那个传统的那种鸭嘴的 N95 还来得舒服，因为它这边有软垫，对，然后戴上去之后就这边就多它的一个空间可以呼吸嘛。那我就觉得说比之前在台湾戴的还舒服。你看还是会被压到，所以我脸颊就这些压痕，但是这些呢都比不上得到 COVID， 你说是吧？好，然后今天上班啊 Princess Shift， 结果搞到一点都不 Princess， 你看我多狼狈。今天很忙欸，不是只有我忙，是整个单位都超忙的。就是你们在单位有没有遇到那种同事，就是只要他一当 charge nurse， 整个单位就变超忙的。然后或者是说只要他接到一些病人，然后那个病人在他手上就会变得超 critical 的。没错，今天 charge nurse 就是那一位超级旺的 charge nurse， 所以整个PACU 超忙，然后很多病人都在等床，所以就变成说病人出不去，然后新的病人没办法进来嘛，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空间给新的病人。那我的话呢，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接一个人去吃饭，之后我就把那个病人就是出院了嘛，因为都是接门诊病人，然后另外再接两个门诊病人，只是这两个呢就待的时间有点久，那因为单位很忙，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来接我下班。那 charge nurse 就来问我说我有没有办法就是多待久一点，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是待到把这两位门诊病人就是送出院，然后做完卫教什么的就好了，那我就回家了这样。所以呢我就多待了30分钟，我多待的这30分钟呢也是会被就是算在 overtime 里面。对，超渴的，所以我现在呢就要回家啦。然后之前有一个学妹有问我说急救车英文，我们这边呢是讲 cold cart， 就是 cold， 就是 cold blue， 就是那个 cold， cart 就是车子，所以就叫 cold cart， 我们这边是这样讲。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急救车的英文啊，或是直接就是讲急救车。那点班的话我们不用点班，没有在点班这种东西。好，我现在呢换上这种一般的口罩。然后我们医院呢、就是有进这种口罩，它的耳朵是这种棉絮的带子，这个好像是加拿大生产的，所以我就觉得戴的还蛮舒服的，然后是有弹性的。Yeah， 好，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 Get Ready With Me。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